台中市政府同中央合肥争取经费，推动市客家文化园区四亿3850万元来改造园区附近的环境，作为六十六年金碧期盼完工启用典礼，同时批号台中市教育局园区美盼的客家老人实习，希望大部分的老人客再过钱多赚来。演飞辅助飞总控组同台中市副市长林富勇特同来宾向下来开放会，同时客家文化园区正的扮演过后，景观同环境就像新的样诶。台中市政府特别办的完工启用典礼，这些计划就是在这个外观上的、景观上的，那么内涵方面的、传统的、文化的都要有一个整体的迈进那这是我们的对。东势地区三层的这个一个愿景。除了园区环境改造工程以外，台中市政府每栋台铁通过三处，买园区附近的2300平的土地，会去做客家艺文馆。韩国园区本地的观察会唐明义皮肤做东势火车头本地的用的。目前已经买好一半的土地，我们会用刷落来一年的时间来继续来完成土地的购买来规划。将来这个元旦的客家文化的业台，我们会打开来，会恢复将往摆的旧的暂停的一个景观，新的艺文馆将来会从后年来开始来建设。一一年来，好比比的同时补助的经费哦。已经超过1亿的吼，未来相关的计划也到，我来好比比我来深深来考虑，可能让我来听书，让我来屯台中，也算同时的也一条浪漫台三线，能够全部穿到最美段的时间，能够做最老的最好的 ending 吼。印证一下关于疫情开放的韩国批合台中市教育局，台中市好比比每位的延期盼连登3礼拜的客家疗养实习。除了外振兴客家中的产业以外，也希望大部分的老人客天天的钱多赚来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。